来，我录你走路的声音，那很疗愈啊。哇，以前有一个网红也是，他在录他自己走路的声音。这是印度橡胶树，这是热带，这是日治时代的南洋植物园呐、啊。不会啊，那因为这是植物园啊，是台北苗圃啊。啊，这有一个气球哎、欸。哦，这里有板根。面包树，哈哈哈哈，